爆炸过后，若还有驼西军意欲骑马突围，那么由独孤和信远带领的拿勾连枪的士兵就派上了用场。 打了一场完美的胜仗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你们能因敌变化而取胜，不愧我上一管学子。可惜啊，让那驼西将军跑了。哎，无妨，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高副将，末将在，速派几队人马去飞狐峪附近。这个驼西将军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这次多亏了堂堂，古生指挥大军分毫不差。 令我军气势如虹。是啊，九华这次功不可没，但是依依跟子安配合得当，使这火雷团子威力更胜一筹。有了这个神器，恐怕无人再敢挑衅我大域的威仪。哎，沈学子呢？他刚刚拿了一批新的火雷团子，说要去试试他的威力。这里距离驼西军驻地不足50里，若是遭遇探马或是骑兵，恐怕蝶衣会有危险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